在座之中，記唔記得你自己嘅姓洗禮嘅時候姓名咧？有幾多個人名係 Mary 嘅舉下手？瑪利亞嘅舉手？啊，唔係好多喎，奇怪嘅，好多人叫，好多人叫瑪利亞。約瑟咧 ，Joseph 咧，好似多啲，可能男士而反應多啲。仲有咩多啲？包師傅又話 ，Boston。呢啲係咩名？姓名當然係姓名啦，但係呢啲似乎都係外國人嘅，Boston 係意大利啦 ，Joseph Mary 有冇人考慮過？我只係想知道有冇人考慮過喺你嘅洗禮之前考慮下個姓名，叫大鵬啊、小滿啊，點解笑？聽到笑聲，點解笑？有冇人諗過呢啲名？月光啊，有冇印象呢啲名？冇，咁啊，德森有冇諗過？大家知道徐德森係邊位？徐德森係一位主教，殉道嘅中國信中華殉道嘅主教，佢係大神父律堂會嘅 MEV 神父，啊，翻嚟就當主教會第一位為中國殉道嘅，當然有好多其他嘅神，不過大家想起，點解我哋中國人？我哋自己有一百幾位、120多位嘅殉道聖人，誒同埋嘅其他嘅聖人，點解我哋唔試下考慮下改一啲名，改翻我哋自己中國聖人嘅名？唉，唔好啦，咩月王咩小滿咩嗰啲，唔係幾好聽嘅，唔慣啊，王小滿咁樣，你叫我誒個，你叫我 boss 好似好啲係咪？個包師公都好啲，叫我小滿咁樣好似唔慣我咁樣，唔慣。真係怪！外國嘅姓名 Joseph 可能係因為外國人，可能佢哋自己都唔慣。Joseph 係邊個？耶穌嘅爸爸係咪？係以色列耶路撒冷嘅人。但去到羅馬之後，可能我哋開始有咗呢種改姓名嘅傳統之後，北方出人叫 Joseph。最早嘅羅馬人，我哋唔敢講啦，不過可以想象下，最早嘅羅馬人佢哋接受基督宗教嘅信仰嘅時候，開始要改姓名嘅時候，佢哋會唔會都會考慮一下？以中式呢個名好似唔係我哋自己嘅喎嚇，可能改翻個一個自己意大利啲嘅名啦，可能法國人可能改個法國啲嘅名啦 ，Leon 啊嗰啲咁樣，可能好聽啲係咪？我哋可能會改翻嘅名，佢哋自己話都要接受一段時間。不過我哋問，我哋其實我哋嘅信徒只得限到我哋講2000年，或者我哋講1900年、1900年嘅時候，我哋已經有呢啲信徒成人。嗰陣時嘅真多，即係話我哋有百幾年嘅歷史裏邊咧，可能我哋都仲未可以有啲感覺，覺得我哋需要喺裏邊，我哋當我哋嘅信仰裏邊咧，係揾翻我哋嘅中國自己嘅姓名。咁你會話，咁呢個係代表緊咩？可能係咪表示我哋嘅信仰仲係等緊一個外來嘅傳教嘅感覺？所以我哋好感激。大神父啊，同埋神父啊，容神父佢哋好多嘅外國嘅傳教士，將嘅信仰傳入嚟中國。不過你問下佢哋嘅心，我諗佢哋每一個人嘅心都好希望呢個信仰最終係成為我哋自己中國嘅信仰，我哋自己中國人嘅根。喺我哋中國嘅文化裏邊，可以好深入咁樣將呢個基督宗教嘅信仰變成我哋中國嘅文化嘅部分。所以而家係做緊咩嘢？他們很努力地學我們中國的文化，很努力地學我們廣東話、普通話，不只是為傳教，而是為了進入我們中國的文化，將基督宗教的信仰和我們中國的文化盡量地結合，在我們中國文化之中和基督宗教信仰之中找出一個可以大家對話的根。但我們自己，可能我們自己，我們自己生活的信仰裡面，今天這個慶日，我想我們特別應該值得去問回自己，或者多點去默想回自己的信仰。我們會不會都是只是覺得這個不是一個外面傳入來的信仰，我們只是一個參加了一個教會的信仰，沒有將這個信仰變成了我們生命外在的經驗，變成了我們內在的一份生命上面的一個不能夠掛缺、不能夠取消、不能夠代替的一個核心，甚至它成為我們生命的一個推動力，以致到可以有人有百多人，其實不止百多人，這百多個人我們是有經
有啲資料同埋考證，同埋佢哋經過好多嘅考呢個咩神奇蹟啊之類嘅代表啊之類，我哋先定咗啲百幾個聖人信徒聖人。中國教會裏邊幾多千以千計嘅人係為呢個教會信仰？呢啲人佢哋心嘅信仰，可能有啲係喺信徒之中唔知道發生咩事，可能佢哋唔係好常。我哋唔係今日教會唔再推動話個個都係信徒啊。唔係話叫每個人係信徒，但係相反，我哋能夠生活到一個地步，就係願意將個生命都唔同擺出嚟，願意為呢個信仰去做見證，願意去保衞呢個信仰，唔怕經歷各種嘅困難。我諗呢份嘅經驗係一定值得我哋，特別喺呢個日子咁啱，我哋唔係時時可以成個主日去慶祝呢個中學信徒，今日我哋可以特別喺主日度。將佢成為我哋生活裏面，今日起碼係今日生活裏面嘅一部分。我諗值得我哋去再默想體會，試下每一個人。如果我哋呢度超過100人，如果每一個人翻去，今日大家知道而家可能三種最好方便啊，或者呢啲嘅即刻打開佢，好多人攞個包落嚟，唔打再落嚟嘅啫。揾下一個聖人，中國嘅聖人嚟嘅，揾下一個中國聖人嘅。今天我們深入這些事情，了解一下他在我們中國教會裡面的經歷。對面就是這裡一百幾個聖人裡面，中國人不是算最多，中國人只是一部分。我們改的名字，但是不需要改回中國人的名字。實際上有些外國人的外國傳教士，他們的名字很漂亮，中國傳改了之後，我在心想就是最主要的是了解他們為什麼可以為信徒。而呢個進入中國嘅文化嘅見證裏面，好重要一樣嘢就係其實呢堂大部分嘅聖人裏面有好多都係中國喺禮儀之爭之後先出現，先至發生。禮儀之爭係歷史上面一件為中國教會，其實禮儀之爭呢件事咧，從好似話喺中國先有，其實好多外國地方，甚至我哋早期最初期嘅教會都有呢個問題，都係禮儀之爭嘅。點解呢個聖體？點解你祝聖呢個？我哋唔食人肉啊，飲人血啊咁樣。喺羅馬教會已經係開始喺呢個禮儀嘅問題上面，因為唔了解而發生問題。但係喺我哋中國教會呢、這個，我哋今日紀念嘅好多嘅殉道聖人，不然唔係全部，但係有好多嘅殉道聖人都係因為呢個禮儀嘅問題。呢個禮儀嘅問題正正就係一個文化嘅問題，一個外來嘅文化，一個外來嘅宗教信仰嘅嗰種嘅。方式式紀念的方式或者崇拜的方式和我們中國傳統的方式，而到中國的傳統的方式也都令沒有辦法令到在遠遠的羅馬或者其他地方的傳教士或者是教會的管理的人不能夠明白我們為什麼要敬禮祖先，為什麼要敬禮祖先。這些事件令到我們這個教會經歷過很多的事，很多的困難，到了今天可能都仲很多人抗拒接受呢個信仰，不是呢個信仰不好，不是呢個信仰同佢嘅文化唔啱，而係可能就係曾經經歷過呢啲嘅事件，因為你唔俾我哋拜祖先啦，我媽到而家都好驚，我媽我洗禮嘅時候都好驚，跟住我就話：，你做咗我係大仔嘅，哇！你做咗大仔，你嗰啲領洗咁做，我但係冇人攞裝香俾我咁樣，好驚呢啲。我哋好多呢啲嘅傳統嘅誤會，令到我哋文化可以跟住深入嗰個文化。當然，呢個亦都係羅馬很多嘅政治、很多嘅修會嘅情況造成。正正可能就係呢啲嘅原因，令到我哋更加今日喺今日裏面去睇翻，我哋點樣可以作為一個中國人，作為一個中國嘅信徒，點樣將我哋嘅生活完全翻翻喺一個信仰之中？我哋活出呢份嘅信仰。我哋今日有好多朋友已經好努力，嘗試咗好多嘅方式，曲傳如曲啦，係咪啊？康宣啦。做了很多這些方式去幫我們去將中國的文化試下和西方的文化調和，不過我覺得對不起我這樣說，這些都是第一步，更加重要的是將深化我們自己裡面可以活出這份的信仰出來，活出到什麼地步？活出到可以為人見證，會用見證不一定要死的，不一定要信的，但是可以活出一份的經驗上來，就是我們自己的文化對方這個基督宗教文化可以結合在一起。
人哋因為我哋係一個中國人而覺得我哋係一個基督徒。呢份咧好特別嘅經文。最近有啲呢兩個禮拜過呢兩個禮拜啦，咁浸會大學嗰度咧就係佢哋辦咗一個課程，好有意思嘅一個課程。咁佢就專請咗個美國嘅多馬斯哲學嘅專家過嚟開咗一個禮拜嘅，咁就類似討會咁樣。佢請到嘅咧係最主要咧係一啲有錢嘅人啦，捐咗啲錢出嚟，請咗30多位，差唔多40位咧，內地嘅博士或者博士畢業博士，或者甚至都有喺內地嘅大學教緊書嘅一啲嘅年青，都唔年青嘅，30多歲嘅，有啲影響仔女啊。呢班人咧喺大陸裏邊咧，喺內地裏邊係教宗教與文化，或者研究宗教與文化學。但係佢哋有一半係嚟新教，即係基督教，有1/3以上嘅咧係冇信仰。呢班人嚟到中國，嚟到香港浸會咁樣安排咗佢哋嚟香港，可以聽翻我哋自己基督教浸會係一基督教嘅大學。雖然佢哋已經而家係屬於八大啦，咁所以佢可以咁宗教鮮明咁樣。佢請咗一位天主教嘅哲學家講，我哋天主教嘅最重要嘅哲學嘅大師嘅啲哲學思想，點樣去咩三位一體啊？點樣聖體裏邊嘅嗰個嘅嗰個神學喺邊度啊？向翻呢班讀宗教文化嘅一班人，呢班人將來就會響大陸裏邊響裏邊去教其他嘅人。咩嘢係邊？咩宗教？咩人文化？宗教文化啊！我想而知呢個影響係好大。呢個影響一個人對30多人，每個人將對幾多個學對幾多學生？呢啲學生會做到咩？我諗我哋今日我哋可以多啲去諗下，我哋點樣去為呢個家庭？其實我哋香港將會點啊？我哋自己都有間將會有間天主教大學。尋日呢間天主教大學咧，終於個聖堂咧係做成。我哋開始慢慢準備邁向呢個地方。即使呢間嘢唔講啦嚇，我尊上學院最終因為種種原因唔能夠被升格成為一間叫做聖方濟各天主教大學，但係我哋已經要見到嘅就係已經有一間我哋天主教大學嘅尊上學院提供緊10多個學位課程。我哋已經有一班人可以接觸我哋自己嘅學生，我哋有機會接觸我哋學生，我哋冇咁多訓練呢啲機會，我哋繼續為呢啲嘅服務。除此之外，其實仲有一個，我哋中文大學都有個天主教研究中心。浸會其實佢哋搞嘅類似嘅就係呢啲嘅基督教研究中心，將基督教嘅文化變翻去我哋中國嘅根源。內我又搞老姐，我又係個普通嘅家庭主婦，或者係一個中學生咁嘅教育啫，祈禱。我諗我哋重要嘅地方就係我哋每一個人有呢份嘅心，我哋有心要將中國嘅文化同埋中國嘅教育成為一個我哋自己嘅根。咁可能我哋唔係一定每一個人都要做大學裏邊嘅講師、做大學嘅教授或者做大學生呢啲嘅身份，但如果我哋每一個人都將呢個心擺翻落去嘅話，我哋每一個人都是中華的聖人，你的聖名可以繼續是忠誠，可以繼續是咩，可以是歌颂，但更加重要的就是你將會成為一個中國教會的歌颂，中國教會的一個見證。我想這個見證就是信徒，馬頭的意思就是信徒，就是見證，當然就是信徒的心。最後呢，我講一點輕鬆的事，我很緊張的改姓個樣，將來改中國姓名咧，記住有幾多男仔咧，改係咪女士咧？改姓名記得有幾個名咧，要留意一下。譬如耶穌會嘅有幾個中華殉道咧，叫做湯愛玲啊，咁你唔好改一個叫愛玲呢啲名啦。呢啲愛玲呢啲名咧，如果你話呢個中國殉道記咗呢個咧，係男士嚟嘅，係耶穌會神父嚟。咁你諗下中國人嘅改名，當然你要諗翻啦。點解古代喺到嗰個時代嘅人，因為讀佢哋好睇少啲耶穌會事喎，佢哋可能嗰個。他們要對中國文化，另外一項可以最令到我們，我想每個人都要小心，要很隔殘愧的就是什麼？另外一項可以倒背四書五經，我想我們今天都沒有多少個人可以背得到，我自己都背不到整本論語，但另外一項不是背本論語，是倒背本身論語，是倒後面如果一層
只要你隨便噏一句，或者當時啲士大夫尼馬頓鬥中國文化嘅時候，佢隨便噏一句，尼馬頓即刻可以噏到上面嗰句或者下面嗰句。我諗呢份係一份佢哋要明白中國嘅文化，佢會改一個名叫做愛玲嘅話，咁佢對呢個愛玲可能佢有好多嘅意思啊，深入嘅了解，吸引下大家去了解下我哋中國中華孫嗰樣嘅經歷，了解下我哋中國嘅文化點樣可以其實基督宗教有一份嘅根，呢份根係靠你活出嚟。